果真是副好皮囊，待在我这醉生阁，保你丰衣足食。老板娘果然名不虚传，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公子说笑，咱们这不是双赢吗？我知道你需要有一个人与灵犀制衡，以免他有二心。我愿意成为这颗棋子，只不过之前说好的价格不能变。当然了，只不过银子赚多赚少嘛，就得看公子你的本事了。拭目以待啊，云姑娘。我供你吃，供你喝，还要再让你一成收益。林夕啊林夕，你当我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就是堂。老板娘，这些年我没少给你赚银子，除去日常开支，三七分你照样赚得盆满钵满。现在我不过是想改成四六，你还是拿大头，有什么好不满的？别忘了，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没有卖身契，我随时可以离开。你在威胁我？我是在跟你商量。老板娘，老板娘，楼下有人找。谁啊？丝花医馆的药童。哦，就是那个很受姑娘们喜欢的云龟，是吧？啊，对的。既是商量，那我先表个态，我不同意提高分成，剩下的你自己慢慢考虑吧。我还有客人，先走了。就你还想跟我们老板娘斗？看，瞧一瞧，我这有好东西，快快快，实现少女梦啊！好，本季度最受欢迎的热门单品，吃饭不掉色，喝水不沾杯的神奇唇脂，太瘦了！哇，好好。这位小姐姐上来。好漂亮，橙色衬皮肤，再来几个好看的首饰，简直重回少女本女啊。来来来，大家都有啊。我还有，来来来，哎呦，给钱给钱给钱，没了没了没了，哎，我比个巧的，你真的没了。啊！居然是哪里？怎么是哪里啊？你是那天舞剑的公子吗？掌中横生冲煞纹，姑娘，你最近命犯桃花呀？真的吗，大师？啊，你看我怎么样？切，流氓！也就是你裴大小姐有这个面子，搁别人我可不卖，我这都是独家秘方。这个史上最厉害的泻药，只需要一点点就能让人拉到天崩地裂，摧枯拉朽。还有我上次跟你说的哪个啊？懂懂懂。此物名曰神仙锁，哎，只要沾上这催情药粉，哪怕是天上不动七情六欲的神仙，也得乖乖缴械投降。看上哪家公子哥，用它妥妥拿下。藏好了。哎，
你可千万看好记号，别弄错了。知道，这能弄错？当傻？你当你不傻？嗯，哪包来着？方的？圆的？你就你了，倒进水缸，倒进水缸，辣到你发火。瞧，大人让我们挨家挨户排查安全隐患，这不就逮着一个？糟糕，不会被发现了吧？伊华大夫真是心大，后院门都不锁，也不怕坏人闯进来。这水缸位置倒是合适，就算起火也能及时扑救。你能不能盼着点好？这是什么？还有点甜。你赶紧把那个看见什么就想尝一尝的毛病改一改吧。神农那么厉害，最后不还是栽在了一根断肠草上？你干嘛呀？完蛋，弄错了。哎，别过来啊！完了，错！哎，你怎么了？哎，哇！我没笑你啊，哥。没事没事没事啊，哎，多大事儿啊。好了好了，没事儿了，林香这个傻子。云归这小子平时不是一向爱耍赖吗？这回倒是听话。爱回不回？别生气了，我帮你把书和箱子给收回来了。哎，哎，嗯，一华，小华华，哎，人呢？干嘛？哎，放开！松手！又试了什么药？一华，松手！松手！一华，你怎么了？
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嗯。嗯。我对天发誓，绝无此意。怎么了？怕我给你下药？你放心吧，若是对你意图不轨，就不会给你解毒。松开！今天有谁来过医馆？怎么会给你下药？林翔和方成天来过。都忘了，你身上都湿了，我去拿衣服。快穿啊。你转过去。你出去。想不到一华竟也有娇羞的一面。这样的倒是很可爱。有何指教？小伙子，我看你的表情应该是红鸾星蠢蠢欲动啊。有这么明显吗？非常明显。所以我这里有一件神器，能助你美梦成真，要不要试试？神器，美梦成真？此物名曰神仙锁，只需一点点，就可让人情迷意乱，难以自持。届时你再与女神欢好，岂不快哉？休要胡言乱语。切，没情趣，活该你只能做做春梦。回来了。你这药粉卖给过多少人啊？不敢说啊。哦，果然被我猜对，你呀不过就是个江湖骗子罢了。笑话。祥云县干这行的，属我获罪权价最低。不怕老实告诉你，就连你们县太爷的千金也买过我的神仙锁，知道我这东西有多厉害了吧？哎，哎，小伙子，你买不买啊？想告状，那也得有命回去才行。是你小子，你帮我做什么？你想勒索吗？你从术士那里买了神仙锁，是不是为了对付一华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听都听不懂。那术士已经承认将药粉卖给你，还想抵赖？好笑！你是个什么身份，竟然有资格来质问我？说的也是，我不过是慈华医馆的药童罢了，杀了个县太爷的千金，就算以命抵命，也是武赚。你说是吧，裴小姐？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？我只希望裴小姐能高抬贵手，不要再去找一华的麻烦。方成天喜欢一华，那是他自己的事情。你处处跟一华较劲，这什么道理？谁说天哥哥喜欢一华了呀？一华又老，长得又一般，喜欢他的都是瞎了眼。药不能乱吃，话也不能乱说。神仙锁呢？交出来。
如若再犯，下次我扔下去的便是你。既然罗英年被奉为神医，那他们怎么会反复跑来排队问诊？感觉好点了没有啊？感觉好多了，就是腿还有点疼，应该没事了。嗯，来，进去我再给你看看。好。大哥，你前些日子不是刚来过，怎么又来了？我来自有我的道理。哎，你小子是慈华医馆的人吧？你来这干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伊华派你来当奸细，故意污蔑罗医师的名誉。张口就回来，果然病得不轻。罗医师，罗医师，这小子是慈华医馆的人，是个奸细。小兄弟不必这样，你回去告诉伊华姑娘，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大可约上罗某再切磋一场。毕竟这祥云县上就剩我们两家医馆能为百姓服务了。装什么蒜，祥云县医馆关门不就是出自你的手笔？罗医生，你心里打什么算盘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两经相搏谓之神，随神往来者谓之魂。心藏神，肝藏魂，故当敛肝安神。真大灵，内观，清心安神。太冲疏泄，平衡肝气。百会、印堂，安神定志。再刺神门一穴，沿皮向前三分，先补后泻。一华大夫，一华大夫，一华大夫。有何贵干？搜！是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按照当朝律法，官兵不可私闯民宅。你们医馆的药童呢？他怎么了？不该问的别问，你只需要告诉我他在哪儿。依依，上次给你买的糕点都被你丢了，这次我又给你买了新的。就是他，带走。别抓他！放开！干嘛你们？走走！依依，放开他！滚开！你怎么来了？云贵被你的同僚抓走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把莺莺绑在树林里实施恐吓，还让莺莺受了重伤。什么？所以你不必费尽心思再替他求情。莺莺是我妹妹，于公于私，这件事我绝对不会放过云贵。今日我亲眼所见，小丫头浑身是血的跑回来，就倒在这院里。莺莺虽然性子顽劣，但她也是个小姑娘，好歹是我们一起看着长大的。眼下你却要为了一个不明来历的云归，让她白白受了委屈。一华，我知道你不是个无故偏私之人，此时证据确凿，云归实乃咎由自取。你所谓的证据确凿，
就是这些血迹，还有他所受的皮外伤。难道这还不够吗？当然。走吧，去县衙。云归私枉他人，理应受到当朝法律的制裁。你就算去衙门又能如何？击鼓鸣冤。别走开，精彩在后面。魔镜啊魔镜，告诉我，谁是祥云县上最帅的男人？啊啊！魔镜魔镜，请告诉我，谁是祥云县最帅的男人？魔镜魔镜，告诉我，谁是这祥云县上最帅的男人？假货。不是假货，镜子坏了。爱到